发愣啊，站着不动啊。这时候刀锋在前面，这时候就很难反攻了啊。首先与对方保持一定距离啊，就是对方在往上前的过程中上前，哎，这时候就还有一段距离可以允许你去，有一定时间允许你去抓他的手啊。大家再看啊，走，抓手，然后推啊，推臂，同时啊，这个动作是同时的。你看，走，抓，推。这个脚就要放在这，如果这个脚上的慢，大家再看一遍啊，你看抓推，这时候再去勾脚，这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撤脚了啊，这是个同时动作，大家看，抓推，啊，再一个，这个动作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大家看，抓推，在勾的过程中啊，没有手没有及时扶在这个腿上，使对方抽腿逃脱掉，大家看。抽腿啊！你抽腿，大家啊，抓推，哎，对方跑掉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手按的也是要快速。大家再看一遍啊，看，我再给大家最后演示两遍。再看一遍。再看一遍，这个动作我给大家就演示到这里。